等于是素的嘛？素的啊，啊你有帮它冷冻对不对？它是自己在烤。我比较喜欢吃萝卜丝，真的比较厚，很厚啊。那个比较滑，比较有口感。保持得很好，你也不会啊，真的他也没有胖啊。你老婆是不是看着两个吃，他老婆都没得吃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老婆都舍不得吃，然后喂小孩自己都没吃了。我觉得十一有的是，是阿朱也胖了，阿朱也不会胖，就是这些这样，就是这样子干嘛。以后到时候的衣服在马明那边啊，哎，以后到时候你的衣服在马明那边，可是你的衣服在马明，我们去跟马明买。哇靠！我跟马明买。我跟马明买衣服。哇，这两个配越好。那个把皮的话，还是可以直接那个把皮瘦，不是让他脸红的瘦。现在教怎么那么快啊？在我们那边练球啊，他有改，因为他单打手啊，二五都来打，他单打手这样子算的。在我们四来做。啊，练超受到感。我觉得最会抓球是谁？改革。不用打就打谁啊？不用打就打。那个为什么？他这个不会抓吗？抓不准啊！只要他这个退点，那你们要先换鞋子啊！你要先过来，先换鞋子啊！不用打也可以个夹子。他这个夹子想要打出夹子可以出来，就这块以前跟那个谁打更到底好了，然后球馆那个很少嘛。也是很有底，你可以
法师的优势。你该留球。不是，我只能这样子。你要该留球就跑出去，有没有？你这个球要打什么球？又高又远，争取时间，大阿兵回来，还是不接啊？你说没挂，我应该挂。很多问题，我刚刚被你打球太强了，那个反拍有包，还有 turbo 的，是他反拍那个瞬间要吊球要杀球，我不知道，太杀跟集团呢，太强太强。啊，就你儿子不去看？啊，你儿子去看吗？因为现在时间已经等到，快发兵长令，他也很急。我有去看场地了，我有去看那个场地在哪里。谢谢谢谢，那个牌子太多了，真的好。
你还没辛苦。他得爱说话。哈哈哈哈哈。啊。在那边啊。